五号发薪水，对对，没错，真的是五号发薪水。这个该有了吧？我看一下，二四七对，没错。再讲二四，这个是这个啊。老大捡拾，老衲想老大开开心心记记，老衲好像喝醉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对你喝醉了，你冷静。你冷静！哇，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咱们的方丈发疯了。我看一下，真的假的？948，老大早下班，我们细水长流，30000块台币，真的要捡哈，不能后悔哦。我知道方丈对我最，没事，方丈你人最好了。我等一下乱说话就完蛋了，各位。不是你，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你冷静，你很多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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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了。好，要我对老大，我也对你们都很敬佩啊。咱们是彼此彼此的，哎，是不是？兄弟啊，有啦，我知道，我一直以来都知道，真的，不管是你还是我的观众。各位有没有？没有，什么叶琴、方丈、小优，对不对？黑虎、阿总、盆仔，对不对？还有谁？那个什么丁伦啊、哦？反正还有渣男，对不对 ？Alex， 还有什么陈正辉？还有谁？还有什么威德？哇！我脑袋有你们名字的形状，但有些我念不出来，完蛋，糟糕、哦！反正每个我都知道，你们都很支持的。好大的 flag 啊！什么 flag？ 我那下什么 flag？ 没有吧？我都是看在心里的。我都是用心眼在看的，哎呦，哦，还有新观众嘛，对不对？最近玩这个出来，突然出来出现的新观众嘛，那个阿明 K 哦，还有谁啊 ？Paul P O O 也是啊，对不对？这些我都记得了。还有阿瑟利啊，没有，我没念到，不代表我不记得，那个只是我脑袋中有那个形状，你们一定要听我解释。真的，我脑袋中有你们那个 ID 的形状。真的不是我忘记你，绝对没有。我现在可以再跟你们测试一次，你们只要打出字，我都可以大概讲出就是咱们当初相遇的那一段时间，嗯，就最初遇到最初有印象的那一时刻，我绝对都回答得出来，应该。不小心有，我知道你在加班的时候之前也抖很多，而且那时候我还在老家，然后呢还有一次是 Pokemon 吧，有小青，我也记得你有。有老 K， 我印象都深刻啊！某个人那也是有，还有老北，不是不要哭，不是你们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哭啦！不是，我真的都记得啦，没有，我真的绝对有印象的。咱们下礼拜一，如果我没有回去家里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回老家，那我就来把你们所有人的名单全部贴，我就全部列起来，咱们来好好的办一场那个回忆大会。OK， 睡啦，各位，你们真的要听我说。我真的记得你们某一个人，是真的。哎，那老大还记得怎么记得我的吗？有一个关键人物哦。有，我记得阿瑟利。有一次我一直念错你的名字，我以前叫你叫什么？阿特利啊，还是阿图利？我忘了。然后后来雪莉那边他就念了一个正确你的名字，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哦，原来你叫阿瑟利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真的记得，不是瓜哥，我开错话题了，靠杯。渣男，我对你有印象的时候，是因为在那个什么，加班台，然后那时候半夜吧，你不是说你工作遇到问题，然后那时候你比较常出来，然后我们两个不是常聊天嘛，对不 对？然后小雨有时候是我开台的时候就会过来打招呼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我就慢慢有记得这个人，对啊，怀恩是从那时候宝可梦吧加班，然后中间有时候也会过来。然后还有暗黑四，那时候有一些东西这样子，啊，小右的话就是插图，对，插图这样子。啊，莫言，我最有印象的时候是你会 po 一些，那个什么魔物的东西。然后在那之前，我知道你有好像隔一段时间没有来。然后在更早之前，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是世界还是崛起的时候吧，你也会讲一些东西吧？我记得好像也是科普的东西这样子。
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还有黄言之语，对不对？我也记得当初崛起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都记得，真的，我们骗你们，真的啦，真的啦。哎呦，你们冷静一点，我好害怕，我真的很害怕。讲错就是心结了，哎，好恐怖哎，夫马，这个讲错感觉很可怕。记不记得我的第一次啊，小老鼠，哎，小老鼠。我要来做一个节目效果。我不记得瓜哥了。没有，我记得瓜哥有一次是在魔物，对对对，好像是魔物，对，没错，魔物的时候，你们只要有打字聊天。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我绝对会记得那个名字。听说没动内会被忘记，底线001 good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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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绝对都记得你们，真的相信我，你们的存在感绝对都很强，真的真的。只是有时候你知道吗？会脑腔突然就是忘记一下，欸，但是并没有，并没有，并没有。哎，不是小青，我都潜水看台居多 XD。你冷静。你冷静 ！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看沙皮斗，我又有精神了。哇哇，你们是突然之间瞬间有精神这样吗？想说刚刚要睡觉了，就突然之间，哎，就来了这样。从斗内开始建立新的回忆跟印象吗？不是，从说话开始，从咱们之间的对话开始这样。哇，早知道不开这个话题了，好可怕。哦，再稍微补一下好了 ，Tilda。再稍微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各位观众们，冷静，真的，好不好？老大，我再扣一个时间，好不好？不要不要，放上，打妹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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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刷点存在感，不是你们的存在感真的很强。抖到记得对吧？抖到记得的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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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不是，啊，查理王谢谢，你们的爱已经很浓烈了。很后期才开始跟台，虽然都潜水小斗之下潜回去。现在脑袋开始心爆，我真的哇好害怕，那个谁谁谁有没有？然后我要记得，哎，这个谁曾经怎么样？然后我是跟他有什么互动，对不对？然后哎该怎么样？哎这样子，嗯。哦，好尴尬！刚刚我觉得我好像说错了很多人的过去，完蛋了。好，就大家没有印象嘛，我们也可以现在开始建立我们之间的回忆和印象。各位投票活动由老大发起，一猫一斗，老大领先。好像又各位好不好？怎么感觉好像又一个踩了？我的天啊！哦，哇，有冬瓜茶，我也想要喝冬瓜茶。我觉得冬瓜需要被我喝。我越来越接近电话了。你看才喝冬瓜茶可以，我真的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看名字，我都是看形状，不然就看大头像，名字、形状、大头，哦对，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当初比较印象深刻的时候，哦，然后新观众或者说比较少出来的话，我就会大概会有一点点，但是要说出那个源头就会很难这样。老大，赶快找其他话题回避。哇，这个有点难诶，杨大卫。哦，杨大卫我记得，可是，没事，还是不要啊，没事，我反正你知道我记得你就好。怎么会忘记？你们我从来没忘记，你们每一位每一个形状，我都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哦，所以不要再抖了。能点歌吗？我不会唱歌啊，不行，现在不能点歌。YouTube 点个歌我就美了。你要抖什么企划出来？抖一个你还记得我吗的企划？可以，我下礼拜一哦，我就把你们的名字，全部列出来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来回忆看看。对，希望我可以回忆得了。回忆错就被抖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？不是呢，记忆错核弹一枚，没有吧？没有吧？不是回忆错自动加10吗？嘿嘿嘿，哎，这样也有点恐怖呢。回忆错直接加10，老大忘了就彩虹来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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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存在的。
老大就不记得我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冰火梦犬，你之前好像有改名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你之前是叫冰火什么的，但是你后来改梦犬，对对吧？对吧？不是。Flashback， 各位，你们真的要听我说，我真的记得你们某一个人是真的。